来，都敲起来！来，对对对，敲起来！ 鬼子，叫鬼子！赶紧放开！放开！都放开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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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告します。すべて正常です。前方にシナジの結婚式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そろそろ。全速前進。 先生，你别慌了，快跑吧！那边在打仗，很危险的。别乱了，船上还有新娘子呢。 乡亲们，对不起了，我们有紧急任务。老乡，我们是军分区独立团的，正在执行任务。大鲁军，让他们先过。大水哥，让路。啊，乡亲们，谢谢了。 撤！
鬼子火力太猛，这仗不好打。这哪的，没带家伙事儿，怎能干瞪眼呢？这着急有什么用？咱也不知道八路军在这儿打埋伏。大帅，你是队长，得赶紧拿个主意啊！是，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瞪眼儿。对啊。哎，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 哎，准备，不赖啊，主要是不赖。那当然，要不然怎么叫浪里白条呢？哥，你不知道那水轮镜多有劲儿。行了吧你，逞什么强？不要命了？这可是真枪实弹。我不怕。我怕。哎，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死气的金娘交代啊？啊？哎，说你就跑。行了。 老乡们，谢谢了啊！谢啥？打鬼子人人有份儿。
是婚船呐，怎么两个新娘子啊？哈哈哈哈！你什么眼神啊？哪只眼睛把我看成新娘子了？<笑>你，就你，装什么装？告诉你，龙王头你赔定了。国明啊。 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时间紧迫，不小心在芦苇荡跟他们的船蹭了一下。什么？那叫蹭，那叫撞。你看，龙王头都让你给撞断了，这可是我哥娶亲的婚船，龙王头断了多不吉利啊！我说这位老乡，我们又不是成心撞你的船，我们是在打鬼子。这是两码子事儿，你休想抵赖。行了，较什么真儿？ 八路军同志也是为了打鬼子。国明啊，快过去，跟乡亲们道个歉啊！许司令，快过去。行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哎呦，瞧你那副不乐意的墨迹样。这位姑娘，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。哈，我啊，我叫丁沈妹。 这是我哥丁大水。哦，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鬼子的船停下来的呢？这有什么戏啊？我不告诉你。<笑>这丫头，大姐，你等大姐，其实咱们这次损失不是太严重。大哥，船只损坏，人员伤亡不算。 连货船都被八路给劫走，你觉得不严重？不不不，严重，严重，非常严重。哼，这条水路已经是我们的，现在就让苍狼这么多八路，这是皇军的生命线，我早就把一切给压在上面了。是是是是，卑职知道，卑职知道。自从平汉铁路被土八路扒了以后，皇军一直依靠白洋淀水路运输的。 希望上的士兵都与遂了，你却跑了回来。太君，太君，我一直忠心耿耿效忙皇军，这您是知道的，您不能说翻脸就翻脸了。侯哥哥，你都知道。要潘尼西林，哈哈，哎，政委，政委，啊，政委，你快来看。 你看，这是药啊，盘尼西林，哈哈，咱们今天发了啊，得到宝贝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许司令啊，这些药啊，在咱们边区也是难得一见的软黄金呀，千金难买啊！是啊，哎呀，这回好了，就是部队伤亡太大了，是啊，几乎是1:2，嗯，这还是在趁人不备的情况下。 你说这仗打得真他妈憋屈！许司令，看起来啊，我们也应该改变改变战略战术，不能一味的跟鬼子硬碰硬。你想，鬼子在火力配备上，兵员素质、作战经验上，都比咱们强。你说是不是？说的对呀，咱们不但在实力上有差距，嗯。 而且对地形也不熟悉，又没有水上的作战经验。咱们的战士啊，大部分都是旱鸭子。那船一晃荡，自己就掀掉了水里去了。你说这仗还怎么打？是，特别是魏光明那小兔崽子啊，他居然在芦苇荡里还转晕了。将军，視察が終わり、法廷に戻られた時聞きました。君は、もちろん、私は国に現れることは望んではいまい。将軍、懐によれば、君の祖父は有名な剣術師範で、明治天皇より名刀を賜ったとか。これか。
私に君の祖父の風采を見せてもらおうか。祖父は君にこれらのことを教えていないのか。慎んで教会に従います。ご期待に背きません。どうぞご指示をお願いします。伊藤君、秋も深まり落ち葉を履くのも煩わしいのではないか。はい。日を切れば煩わしさも少なくなる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山本将军说什么呢？蒋介石让我们马上要找到八路。马上？这白洋淀140多个大小店铺，上哪儿找去？必须找到。找不到的话，找得到，找得到。哎，对了，给他们当诱饵的那只船，好像是电信庄的，我们上那儿找去。电信之王。哎，往东吗？走，你去哪儿？来啊！就你自己来啊！好，这干嘛？还在那儿吗？我过来，我过来。吴半仙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呀？这事儿还真不好办。你想，这神龙是咱们殿上最大的神仙，谁都能惹，这神龙可万万惹不得。咱们都是在殿上混饭吃，都怪那个姓魏的冒失鬼。我就是要骂你，我骂，我骂你有用吗？啊！今天咱们打的这一仗，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。最主要的呢，是我们军分区缺少一支善打水仗的水上队伍。对呀，司令，鬼子船坚炮利对咱们的威胁很大，而咱们呢，又没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。你说的对啊，在水面上作战，你说你不通水性，不充分利用的水上水下的自然条件，那就等于不战而败呀。今天电信庄的老百姓让我是大开眼界呀，哈哈，原来鬼子还可以这么打。老徐，情况紧急，新安城就有新情报。伊藤出动大量日军，要学习扫荡电信庄。娘的，来得这么快！对，司令、政委，电信庄的百姓得马上转移啊！对，魏光明，你马上带领车查令，火速赶到电信庄，解救乡亲们转移。是，司令。哎，政委啊，嗯，你说这次鬼子来得这么快，肯定阵势不小啊！我也这么想。咱们绝对不能麻痹大意。嗯，我想让李营长带领独立营到县城里搞他一下。五月当午端阳日，佛舍许现在不到头。七月七，传说本是这个大水。水妹，鬼子来扫荡了。什么？鬼子扫荡？鬼子扫荡？造孽啊！鬼子要下狠手了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保长，没时间了，赶紧让大家转移吧，等许司令的救援部队。对，保长，听八路军通知。水妹、铁匠、三儿、老娘，你们带着护卫队的同志，赶紧组织乡亲们撤到村外的高粱地，喂汤也行。趁小鬼子没来，一定要撤出去。告诉大家，不要害怕，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。去吧。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，快，快，哎！电信桩就在前面了。急速跟的，全速前进。秀莲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赶快走啊！快，不走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小鬼子马上就来了。不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秀莲，你听我说，咱俩都是两口子了，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找你的啊！秀莲，听话，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。你让我跟他一起，咱们说好一起。你俩怎么还练我啊？是啥？快快快！真的，你快下来去亲家长。行行行，交给我吧。夏莲，走，嘎子，走，快走，走吧。我会找你。快走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大顺，我等你。快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你妈，听到了没？小祖宗啊，这时候你别添乱了，快走走，来，来走走，来，香莲，来这边，护卫队，跟我来，小唐，这边去啊！瞎扯，枪声明明在那边，当然是往那边去了。李海明，我这刚才就觉得不对，咱好像进鬼打墙了。这鬼打墙白天都不好出去，更何况是晚上了。曹中军，连长，您不是看天象吗？快给看看呀！放屁！这么大的雾，连河道都看不清楚，看什么星象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再大的迷宫，它也有出路。给我一直往前花，不许拐弯。太监，那儿就是电信桩。电信桩を攻撃だ。走走走！
行，咱们就藏在这儿吧。啊，嘎子，嘎子，香莲，你看你嘎子了吗？他刚刚不还跟着咱们吗？嘎子，嘎子，嘎子，不行，我得找到他去啊！嘎子，香莲，来，香莲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的藏好了，千万别出来啊！啊，我去了啊，你小心点。哎。他就是这个庄的保长。我问你，八路在哪？太君呐，村里没有八路，我们都是平头百姓啊。再问你一遍，八路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太君。你们谁还知道八路在哪里？谁还知道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再挨家挨户给我搜，走。
要了你娘的命啊！啊，娘，哥，慢点，大帅，快进来。怎么了？哥，怎么了？你腿受伤了？没事，死不了。哎，你嫂子呢？啊，你们家香莲没事，她在那边藏得好好的。哥，谁干的？给我回来！王队，王队，青山上那边有情况，同志们，走走。好像八路的大部队啊！哼，找的就是他们。报告，八路が県の都合攻撃して多くの兵が行かれました。やつは何人だ？現在状況は不明です。火力は凄まじく、八路の主力のようです。太君、西安城不能丢啊！快撤吧！撤退！撤！快！
乡亲们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的往这儿赶了。要不是武大误入了鬼打墙，我现在房上船户人都没了，你说那还有个屁用啊！我们一直死撑着，就等你们来呢。八路军同志，太晚了。山人早就算了，得罪了神龙，那是要遭殃的。老刘头，闭上你乌鸦嘴！师妹，哎，师妹，师妹姐，快打枪！师妹姐，不会是沙一腾吧？沈妹，不行，他狼大虎跃，使不得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丁水妹，你不能去，西安城的鬼子防范森严，你去了等于白白送死。你给我让开！让开！接下去。沈妹，沈妹，姐。让开！让开！哎，别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别让他干啥事儿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や、どうでしたか？お久しぶり。会長、久しぶりです。潇潇雨歇，孤歌又
爱我。